你们平时喜欢吃妈妈做的菜吗？嗯，当然喜欢啊。我们家出去，但是还是很吃。你们最后再一起选一次，哪个比较好吃哦？你觉得这个比较好吃，但你觉得这是妈妈做的，还需要吃一次才确认吗？世上只有妈妈好，妈妈做的菜一定好吗？今天超认真试吃，邀请心脏很大颗的妈妈们来下厨，与别人做的一样，菜色来场残酷 PK， 让妈妈的宝贝们进行盲测试吃，究竟宝贝们吃不吃得出妈妈味？妈妈的菜才是最好吃的吗？参赛妈妈一号今天要 PK 的是某知名连锁店的烤肉饭。参赛妈妈二号端出番茄牛肉面 PK 外送平台4.8颗星的名店。参赛妈妈三号在露营区 PK 同场路友端出意大利面互相伤害。残酷主台现在正式开始。你现在就加蛤蜊哦？啊，不然嘞？好，没关系。什么啦？没事没事，没有没关系，我们让他煮。很香哎、欸。那你平常会做菜吗？不会。那他怎么会知道哪一道菜是你做的？不过他觉得好吃就好，他不用知道是哪一道菜是我做的。哦，炒的顺序不一样啊，他先炒香洋葱。洋葱先炒。辣椒面包酱。我来胡子姐。我旁边这位是你儿子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不认识他。哦，不是。我的蔬菜蛤蜊意大利面做完了，完成。猜到了吗？你们是真的饿了是不是？这个有点太硬了。那汤的味道如何？可以吗？嗯。觉得跟刚刚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个比较浓，肉比较软。那是你喜欢的味道吗？对啊。嗯哼。嗯，我也喜欢这个味道。跟以前妈妈跟爸爸开的牛肉面很像。你们平时喜欢吃妈妈做的菜吗？当然喜欢啊，七颗星。这个程度就是，如果我跟妈妈吵架，我离家出走，但是还是很喜欢。很好吃啊，这无人能比。妹妹，你先说好不好？你数一二三，指出哪一道菜比较好吃？不搞。它哪里比较好吃？面好吃，面面比这个好吃。你说哪一个比较好吃哦？三二一，为什么？比较有味道。这个，这比较好吃。因为有红椒味。这个也有红椒啊。嗯。这个两个都好吃。那这个比较有味道。哦。两个都很好吃。哦，那一定要选一个比较好吃的话，哪个比较好吃？对，我不行，自己要吃吧，不。他不过，硬要选的话，这个比较好吃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因为看了哥哥的答案才想要换？嗯。哎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们最后再一起选一次，哪个比较好吃哦？最后一次不能变哦，一二三。好，你们自己公布啊！你们自己公布。是妈妈做的，是我做的。哦哦。是我还没有吃到。黄淑宇，我这个我做的，你们说妈妈的比较好吃吗？没有。那
那你选一个的时候，你还不是选了那个？你不是说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妈妈做的最好吃吗？你不能逼他，没有，你不能逼小朋友，小朋友就是凭味觉啊。哦，他是他，哦，他听哥哥的啦。对，不公平。你们觉得哪一碗是妈妈做的？指着他。哦，你们觉得自己谁会猜对？贝贝，可是你刚刚说这一碗比较好吃，然后你猜这一碗才是妈妈煮的，是这样子吗？因为这碗的味道比较适合，因为我喜欢面比较硬的。嗯，可是你猜这一碗是妈妈做的。对。可是这一碗都是你比较喜欢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是因为是叶子吗？不是，是味道。你觉得那是我煮的味道？对。妈妈自己公布答案，哪一碗是你做的？为什么？妹妹，你觉得是哪一个是妈妈做的？你还需要吃一次再确认吗？哥哥，你呢？因为一般店里面糖心蛋都是一半的，你就弄一整颗的。我也是跟哥哥一模一样。嗯，用蛋来猜，那肉呢？肉哪个好吃？妹妹，你那边的肉你有吃到吗？妹妹，你喜欢吃哥哥现在那个还是你现在那个？那哥哥你呢？你喜欢吃那个？这比较好吃，这家很好吃，但我觉得这个是妈妈做的。嗯，你觉得这个比较好吃，但你觉得这是妈妈做的？那妹妹你呢？我觉得这个比较，两个都很好吃，但是我。这个是妈妈做的。要知道答案了吗？这个是妈妈做的。我打遍。惨！吃完饭要拉。赶快去。人生就是吃。